乐儿初升小学三至三词培训班第150课，第一个 circus 马戏，或者我哋讲嘅马戏团啦。睇翻个字啦 ，ir 咧，我哋系会读 r，c 读翻个 c 音，所以前面呢部分咧，我哋会读 s r。后面的 CU 是 S 是 S， 所以整个字加上就是 Circus Circus。 第二 Library 图书馆， L 是 I 读一个 I， 这部分呢我们会读 Li， BR 是 Bra， 跟着 AR 呢是 R-R-Y-V， 所以加上就是 Library， 读快点 Library。 第三 Station， 一个站，例如车站啊、火车站啊那些，那我们都会叫做 Station。 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频道、例如是电视咯、收音机的频道咯，那我们都会讲是 station。 看回个字啦， S 呢是 S-T-A-C-C-C-T-I-O-N 呢是 tion， 加上呢就是 station station。 第四 town 城镇，或者我们叫的市镇咯， T 是O-W-R-N， 所以加上就是 T-R-N， 读快点 town town town。 第五 clown 小丑，做一些动作引人发笑的人物，我们就叫做小丑 clown。 看回上面呢，第四 O-W-N 呢我们知道是读 on，所以加上前面 CL 呢是 CUR CUR， 所以加上就是 CRON 小丑。第六 CHAIR 椅子，它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主持，两个都可以的。好了，看回字了， CH 呢是 CH， AIR 呢 AIR， 很简单就是 CHAIR。 第七Wave 挥动，这个动词啦，如果是名词呢我就会讲是波浪。 W 是 What， 有个 Magic E 了，那这里呢我们前面这个要读 A 啦， V 读一个 F， 所以加上呢就 What A F， 读快点 Wave Wave Wave。 第八Postcard 明信片， P 是 P， O 是 O， 所以加上前面就是 Po Po Po， ST 是 ST， 所以加上前面这里就是 Post。 后面呢 CAR CARD， 所以加上就是 CARD， 整个字拼上就是Postcard。 第九 Ticket 票，俗称我们叫做飞，那就是我们讲的 Ticket 票了。 TI 呢是 T IC egg， 所以整个字加上就是 Tick Tick Tick。 K 是 K ET at， 所以整个字加上就是 T Ticket，读快啲 ，ticket。 第十 ，transport 运输。第一个 ，T R 咧系 tra，A N N，S 咧系 s， 咁 P 系 p o r r，T 系 t， 睇落咧个音节咧系好长，咁大家小心啲读咧就得噶啦。咁啊，成个字咧就系 t r。N S P
读快啲 transport。十一 choose 选择嗱 ，ch 咧系 ch，oo 咧系 u，s 咧系 s， 所以成个字咧就 ch u s， 读快啲 choose choose choose。十二 expression 表达嗱 ，ex 咧我哋都应该知啦，系读翻 x，pre 咧系。R-E per， 所以加埋前面呢度咧就系 x per， s 咧系 s i o n sion， 所以成个字加埋咧就系 x per sion， 读法咧 expression。十三 center 中心或者系正中咁解啦 ，e n n c 系嗱，读翻个 c 音喎。所以 z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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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呢度 t r e 咧，我哋会读 t 嗱呢个字咧写法有两种嘅，一个系英式，一个咧就美式嘅。而 t r e 咧系属于美式嘅英语，而 t e r 咧属于英式嘅英语。咁但系咧佢哋嘅读音咧，我哋都系要读咧 t， 所以成个字加埋咧就系 center。十四 village。村庄 V 是 ILL 是 L 一个 magic E 啦，后面这里会读 age， 所以整个字加上就 VLAGE， 读快点 village。 十五 hundred 一百或者是一百的，总之从而一百我们都会叫做 hundred。 UN H 咧系加埋前边后边咧就系读 hun， 啦 D R 咧系 dr，E D 系 d， 所以成个字加埋就系 hundred， 读快啲 hundred。